Sandy Bra 颈椎热敷牵引枕，你正在维持这个姿势吗？每天只要10分钟，你的颈椎就靠它即刻养护。45度贴合人体颈脖曲线，保持正常姿势，有效拉伸。利用躺下后中立下压，3项自然拉伸颈椎。它有双向拉伸设计，强度随心所欲，短拉伸、基础拉伸、长拉伸，加强力度，还有热敷功能，效果加倍。38到44度3档温度热敷 ，Type C 充电，红灯充电中，绿灯充满电。接下来带大家一起使用一次：一、仰躺在一个背部可支撑的平面；二、将牵引枕紧贴在后颈靠近肩膀的位置；三、头部会悬空，离平面约1公分；四、静静平躺休息，感受重力自然牵引拉伸颈脖。一躺即拉，引你回正。Sandy Bra 颈椎热敷牵引枕。